最近两天，印度媒体又开始炒作大翠云号的消息。大翠云号是中国远洋运输公司香港籍商船，原定前往巴基斯坦，但2月5号经停印度港口时被印方扣留，印方无偿船上装载制造导弹的装置。正当中国公司考虑如何通过合法途径向印方索赔时，3月3日印度斯坦时报又报道，印度专家证实缴获的高压蒸汽釜可用于制造远程弹道导弹或卫星的火箭发动机。印方官员还说，印度国家安全部门可依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法案通知联合国揭露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扩散联系。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印度故意制造外交争端，并借此敲诈中国的丑恶嘴脸彻底暴露出来了。这个问题的争议焦点在于印度检查出来的高压蒸汽釜是否属于军民两用物质。据该产品的生产厂家证实，该热处理炉壳体系统主要用于橡胶类制品的制造，不在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中。其实中国如果真想支援巴基斯坦武器装备，肯定不会先运到印度的港口。印方如此污蔑中国，简直是在侮辱世人的智商。印度费尽心机捏造事实，指责中国违反不扩散协定，就是希望以此为筹码，让美法等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允许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供应国集团本来是美国专为限制印度而建立的国际组织，但2005年美国为拉拢印度制衡中国，与其签署美印核协议，对南亚地区稳定和核不扩散机制都造成严重冲击。特别吊诡的是，据说此次大翠云号事件还是美印两国情报部门合作的结果。美国一直希望联合印度制衡中国，这次印度则是通过扣押大翠云号向美国献上了一份投名状。中国一直在努力与印度建立新型发展中大国关系，但如果印度外交界和战略界毫无界限感，一再试探中国的底线，恐怕对中印两国好不容易逐渐恢复的关系不利。这件事让不少中国人立即想起了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但印度不是美国，中国也不是当年的中国，对于印方在大翠云号事件中的挑衅行为，中国必须坚决反击，中国企业也必将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赔偿。